叫了吗？我洗过了，爸。你没来吗？没有你就吃，就像你们小川。好。这当爸的必须一碗水端平，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。虽然一个是亲生的，一个是抱养的，但是我都很爱他们。来了没啊？来了来了。放我位子干嘛？起来。不是我说你，我专用的碗筷你也拿，给我拿过来。拿走拿走。哇，大菠萝，给我。给你了。大菠萝，爸，我也没吃过。啊，我看一眼。看一眼看一眼行了吧？还想吃？你有什么资格吃啊？你这个外人！吃啊！便宜你了。我吃这个。那我做我的大菠萝了。看看，他俩都留到裤裆里了，待会儿又跟你抢。你最后留到一个人吃开心不好吗？现在吃不？馋死他！馋死他！馋死他！哼！看大菠萝，馋死他！香香香香。那我可以吃一个鸡蛋吗？都给你了，今天。谢谢妹。这嘴是真大，鸡蛋一口一个真吓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吃个广西老表送的砂糖橘。今天课真是太满足了，又呆又猜。先吃个砂糖橘和香蕉开开胃，等会再吃我的大菠萝，想想就开心啊。明年得多种一点香蕉，家里都不够吃了。熄火了。唉，算了，那还是老老实实吃吧。别吃。吓我一跳，还好没被发现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吃你的。妈的，赔吃饱。今年这个砂糖橘买的有点酸呐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英子啊，你可多吃点，等会我女儿发现了，你就又没得吃了，爸爸只能帮你到这了。你要不也试一下这个炒豆皮，特别香，特别好吃。你还想骗我？把我喂饱了，这个菠萝我就吃不下了，然后你一个人吃是吧？我才不上当呢。对，不上当，都让他吃，都给他。你吃，你吃。我女儿留着肚子一会儿吃菠萝了。就是。那今天吃的也挺好的，大鸡腿也很香。但是我最爱的还是这个草豆皮，太好吃啦，吃起来香辣入味，豆香味还很浓郁，简直太哈翻了，今天好开心啊。妈呀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啊，口水都流了。妈呀，天哪，太浓了，这个味道很上头。把我都看饿了，看着真的好香啊。这豆皮这么好吃啊，吃这么香。特别特别好吃妹。哥哥姐姐们，我跟你们也介绍一下我正在吃的这个豆皮。这个豆皮啊都是植物蛋白。哎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个，它这个吃起来啊特别有嚼劲的，而且啊香香辣辣的，炒得很入味。配这个饭啊特别下饭，特别好吃。关键是它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，里边啊就只有大豆粉、水跟食用盐，没有任何的添加防腐剂啊，这些都没有添加的，满满的都是植物蛋白，老人和小孩去吃啊非常的合适。平时要吃的话就拿这个温开水泡个5分钟，
凉水的话泡个10分钟就可以吃了。我们平时用来炒一个白菜啊，或者炒这个青红椒啊，都很好吃的。关键是这一大袋整整3斤重呢，才10几块钱，喜欢的哥哥姐姐们可以去拍一下。这么划算啊。嗯，哎呦，那过年大鱼大肉吃多的，来点这个还挺解腻，挺合适的啊。对吧，英子你赶紧吃吧。嗯，这一袋得吃半个月，晚上多炒一点啊，中午都没吃着。晚上给你凉拌一个啊，你们吃涮锅。行了，爸，我这我的大菠萝吗？行。看到没，睁大你的眼睛看一看，菠萝什么样子的。欺负英子，英子，以后在这个家，谁敢欺负你，爸给你做主。谢谢爸。下辈子不易。漂亮了吗？还能遇见你。爸，这是怎么了？平时对我都挺好的。女儿，快来，英子又抢饭了。抢什么？爸，你怎么坐我位置？烦死了。快坐。哇，还有梅干菜扣肉啊。香啊。嗯，香。哎，哇，我吃个鸡蛋。哎，吃什么吃呀，这大过年的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，这委屈全让我一个人受了呀。你吃都是你的。也不看谁才是这个家的宝贝。爸啊，我这馍也不够啊。我都给你。料到女儿又要吃独食了，因此你先忍忍。来，等一下。哇，有人。怎么样？爸，那我什么都不吃吗？忍着，饿不着你。不是我说你脑子能不能一天到晚想点别的，就知道吃。再说了。爸是我亲生的，有什么好的，你看都是给我吃背吧你。我的妈。看着也太香了，我也好想吃。你就想想吧，这些都不够我塞牙缝。以前我每顿饭吃5碗饭3只鸡，最近在减肥，就少吃点吧。干吧，想吃吗？回去找你爸。我还以为是什么腊肉腊肠大龙虾呢，原来是生菜呀、啊、喂肚子呢是吧。爸有好东西肯定给你留呀。果然还是亲生的好啊。果然亲生的就是不一样。这好好吃啊。对呀，你饿。我也好饿啊，3天没吃饭了。 我能先吃个香蕉吗？哎呀，吃吃吃，都问我，给我拿一个。英子啊，你先委屈一下。女儿，爸能吃的这个夹馍吗？就是一个啊，那这个给你吧。看我多大方。看哪，让我来制作一个超级大汉堡。啊，真香、啊、有一说一，这个夹着扣肉确实很好吃，香香软软，真不错。再来口香蕉搭配着，越吃越上头，难怪女儿不舍得分享。真的好香啊，我坐在旁边都闻到了，淡淡的玉米味包裹着肉香。怎么吃的不错啊？嗯，真的很香，能馋哭3里地的人。加点午餐肉。加点午餐肉，哎。今天把这里面炒土豆丝，加这里面腰子。哎，早就该炒嘛。行。大家看好了，你们以后就这么吃馍，真的越吃越香。再给你们示范一下吧，梅干菜扣肉打底，嗯，再来一点儿，记得加上点午餐肉，一口下去汤汁浓稠，多重口感味蕾爆炸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嚼在嘴里胖胖的香，香啊，你这玉米夹馍松松软软的。香香甜甜，而且它这玉米味很浓啊，真好吃。对对对，嗯，那当然了，像我们啊，过年这种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来点这个玉米夹馍，这个粗粮啊，不仅解腻，而且舒服吃了，对不对？给大伙儿也介绍一下，
哥哥姐姐们啊，我们吃的这个玉米夹馍啊，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，你们喜欢的拍回去放在冷冻里面就行，想吃的时候放在蒸锅上蒸个5到8分钟，蒸熟了蒸透了就可以吃了啊。平常你不管单吃还是加点这个肉呀，加点这个火腿肠呀，加点土豆丝呀，都非常好吃啊。而且现在下单还有活动呢，这么一大袋只要10来块钱就给你包邮到家，有喜欢的哥哥姐姐们下方小红蛋去拍啊。划算，那你晚上再弄一点，我都不够吃，就剩一个了。行，爸怎么抠抠搜搜的？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就该让我每顿都吃上个50个，不然我都饿得慌。你吃饱了？银子动筷子。啊？姑娘，别浪费。是。谢谢爸，牛肉爱吃，别吃别吃。强强强，整天自私自利的，要不是英子脾气好，谁能受得了你？快，吃下去。